借口鼻子被审他，恐吓诊所赔我300万。捐献你哪里不完美吗？还好吧，鼻子会太塌吗？啊，反正要恐吓勒索，什么理由都能编啦。三光帮孙姓帮派分子借口鼻子被整塌了，伙同党羽向整形医师勒索300万，勒索不成就把人家打成重伤。这么坏的帮派分子，警察怎么会放过他们？孙聪聪啊，连身旁的亲友啊都不会放过，混迹在新竹一带啊，以斗狠敢冲啊为闻名啊，包括他贴身的司机有绰号虾米的啊，假借他跟债务纠纷啊，向他亲姐姐恐吓了170万。警方随后将13名帮派分子移送法办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